给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给花卷买了一个小鞋子。然后你过来，花卷，花卷过来，花卷，花卷。花卷，过来，过来，走路过来，过来，没事儿，过来，走路过来，过来啊，卷，过来，走，没事儿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跟平常一样走路，没事儿，是一样的。你走，你走。哎呀，好乖，好乖，好乖，走得很棒，走得很棒，走得很棒。你再走一走，再走一走，再走一走，走一走，没事儿，走。笑死我了，阿娟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哎哎哎，不咬，不许咬，走，把这个鞋拿开，好，你走，你走过来，走过来，没事儿，过来，走。过来，阿卷，阿卷，阿卷，哎，乖乖乖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好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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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乖！你多走一走，走习惯了就好了。小鞋鞋穿习惯了，你以后下雨就可以出去玩了。不怕，不怕，你走过来，到这儿来。哎哎哎，不许咬它！走习惯了就好了，走的挺好的，阿娟。好乖呀，我们，好乖呀，哎，走的好乖呀，好棒的，好棒的，好棒的，好乖呀，哎呦，走的好好，走的真棒。出来，出来！你蹲那儿干啥？你蹲那儿干啥？过来，阿娟，过来，哎，不许咬它，过来，走过来，自己走过来，
好棒啊！你看你走不挺好吗？你不走的挺好吗？你可乖了，你可乖了，你走的特别好。哎，走的好好呀，走的好棒啊！你想上去？你可以跳上去，可以跳上去。好乖的，走的好好的。你走的好好的，阿卷，你特别聪明，你知不知道？特别特别聪明，你再去多走一走，在家里。你去笼子里干啥？没事儿的，没事儿的，你出来。你去笼子里干啥？没事儿，没关系，那个小鞋鞋没关系。你过来，阿卷，阿卷，阿卷，你别生气，阿卷，阿卷。你别生气嘛！你别生气，我求你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是小鞋，你以后带上、穿上了以后，你下雨天你就也能出去玩了，就特别好用，就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你下雨天你不是平时就不能下去溜圈吗？你穿上了以后，下雨天也可以出门了，你知道不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？那你在这儿趴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过来。这样，再过来，雪妮，过来，宝贝儿，阿娟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没事儿，你别害羞，不笑你，不笑话你。定了，不知道一会儿我爸回来会不会好一点。你看他现在走的多好呀，现在走的挺好的，跟正常的没啥区别了，已经。不会走你叫他出来，你快叫他！你叫。你咋走的？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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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惯了。挠痒痒都不好。你快叫他，你叫他。小猫，来，过来来，给吃的呢。你叫他。来。你再叫他，过来，快叫他，你叫他，来，你叫他走了不？你到那边去叫他。来，过来，快吃的来。他不走了。来，过来抱抱，来，快吃，抱抱，快吃。你咋傻的趴着干啥？挠痒痒都挠不了是吧？哎呀，挠痒痒都挠不了，高弹腿。生无可恋，刚脱下没两分钟，又要穿上。回来就不用洗了，知道吧？这又是你平时不用给他穿，只有下雨的时候、路上脏的时候可以穿。那每天都不用穿。气死了都。心脏一些，你腿翘那么高干啥？你腿翘那么高干啥？这个腿为什么翘？有可能。我觉得他也觉得是正常。我下午给他穿上，他自己回狗笼子里了。是不是觉得犯错误了？这惩罚。明天。敢蹦吗？不敢，他连沙发都不敢上，他不敢下。你放地。又开始了，咋折腾你的？你看，咋折腾你？好美眉呀，好漂亮啊！有，我。你给我弹腿儿。